大家好，今日咧就系、是、大匪突发，唔系大匪看天下啦，因为咧今日系星期二，因为原则上咧我哋今日就出星期二得到嘅，咁但系星期日咧就因为做呢个选举特辑，咁咧就星期日出咗，咁啊几位主持人啦事务繁忙，咁啊变咗咧今日咧就空窗，咁我哋节目讲过咧一个礼拜一至星期六都有节目嘅，咁啊变咗不能空窗，咁我喺度顶上啦。咁啊先讲到交代几件事嘅，第一就系、是、咧就我哋咧就正式咧就同呢个迷米咧嘅联播咧就已经由今个礼拜3月28号正式断开咗噶啦。咁咧，因为咧，可能我哋咧嘅网台咧嘅发展未来咧，就希望每一个礼拜做到18小时嘅节目嘅，即系平均每一日一至星期六咧有3个钟头。咁啊，因为基于自己网台嘅发展啦，咁咧就即系唔可能话成日都将啲节目掟过去俾佢，跟住佢咧不增加佢哋嘅工作量咁。咁咧唯有就系我哋咧就开始独立啦咁。咁啊，解释翻件事，总之3月28号之后，即系今日。就包括之前嘅星期二得到，咁其他嗰啲新节目其实都冇摆上去㗎啦，因为我哋酝酿咗好耐，咁呢就希望自己靠返自己嘅力量啦，咁壮大个网台啦，咁做网台暂时呢都搵唔到啲咩钱啊，真係搵唔到钱蚀紧本，咁但唔紧要，我哋唔科金，亦都唔要求你哋支持无限支持我哋。咁我哋呢做举办啲活动呢都係非牟利嘅。咁如果你哋觉得我哋啲活动係有钱赚嘅呢，咁你哋可以提出一啲证据，咁我嚟俾返啲资料我啦。咁两样。第三样嘢呢就係、是、交代返之前呢佛山之旅，因为星期六去。咁好多人报名，咁有啲呢就话嚟卒之冇嚟，咁应该嚟嘅嚟晒啦，咁唔应该嚟嘅咁都嚟咗，但有啲应承咗嚟嘅冇嚟啦，咁都冇办法啦，因为去佛山就係我自己应承咗人，咁如果啲网友有兴趣嚟嘅嗰样嘢，咁跟住嚟囉。咁你听大匪看天下，或者识我呢个人呢，可能同做节目有啲好多唔同嘅，我都係声大嘅啫，其实我正常冇乜粗口啊，同埋冇乜即係好固執一啲嘢㗎。因为呢我觉得呢做人好似水一样，喺边个环境你要适者生存。但係呢有一啲大原则嘅方向呢係向好嘅呢，我哋就想办法去做好佢嘅啫。咁啦，就今日呢讲佛山之旅啦，咁多谢各位呢，就尤其大陆啦，喺南海啊、广州啊、佛山啊嗰啲呢就赶过嚟啦，因为都系星期六，未必一定有假期，咁佢哋尤其好多年轻人啦，有几个年轻人啦，我都估唔到嗰、那个大陆听众呢个层面比较年龄普遍系低啲，咁多谢 Sam 哥啦，喺广州过嚟啦，阿 Raymond 啦，咁揸埋车过嚟啦，车我哋落禅城啦，咁多谢佢啦，咁嗰日呢就应该都食得满意嘅，问过几个网友啦，因为都有两围嘅，咁问过几个网友啦，咁几个网友呢佢哋都觉得 ok 嘅，咁另外有啲夜晚赶落嚟啦，咁就啲斋呢即时反应呢都话有几个啦，有几个网友直头话未食过咁好食嘅素菜啦，咁呢就嗰日啦，虽然我埋单，但係呢都系你哋嘅钱嚟嘅啫，因为呢你哋呢翻墙呢用 YouTube 睇呢，咁呢只要肯睇埋啲广告，我啲有多少收入嘅，所以呢嗰日呢就冇酒得茶啫，咁又唔能够讲酒味菜薄啊，因为真係好丰富食唔晒。咁呢嗰日埋单呢就多谢 Linda 啦，咁佢打咗个折扣俾我啦，咁两围都係食咗1100人民币，平均一围550蚊。咁相信呢都抵嘅。咁你哋要付出车钱啦，我出饭钱啦，咁多谢你哋啦，咁嚟到啦，咁如果有机会嘅，咁咪睇下几时再碰一碰头囉。咁或者我都话啦，我想搞月会。咁搞月会呢，咁可能喺广州啦，咁广佛同城区，咁
啊，你哋或者上廣州，或者喺番禺啦，或者揾個中心點啦，咁啊，即係再搞一啲網聚，一個月一次。其實我想咁嘅，其實唔係網聚，有個人咪即係搞網聚，唔係，我唔想咧去到咧，好似我做節目咁，我講你哋聽咁，我哋想傾偈，了解咧，譬如你哋廣州啊、佛山啊，或者廣東省啊，或者外省啊一啲資訊，然後我哋知道咗，或者我哋職場咧，好似 Alex 咁啦，如果我喺邊度，我都會同佢去嘅。咁咧，如果佢有嚟嘅时候咧，咁我哋可以现场录埋音，咁咧当一集节目推介俾人，等大家咧，即系譬如好似你哋国内嘅人，好想了解香港或者外边世界嘅事，你先翻墙睇 YouTube。我哋亦都想咧，唔好我哋讲，你哋讲，由你哋讲，究竟而家国内广州、深圳、珠三角。唔好太远啦，北京、上海呢啲真係离身边远啲，咁但我哋同你真係同步呼吸嘅，希望呢多啲嘅资讯，咁呢就互相流通，咁希望呢有啲人想寻找商机，有啲想寻找资金，有啲想寻找机会，或者有啲想认识多啲人，有啲多啲嘅朋友，好似我喺度 group 里面啊 ,WeChat 嘅 group 里面啊，佢哋呢就好多人越来越多人参加，咁呢就虽然呢有啲呢就係、是讲夜生活嘅，咁但有两个讲做生意啊，大家都寻找緊机会呢，有啲讲楼市，有啲讲股票啊，咁希望聚到更加多人啦、啊、令到大家呢喺呢个大匪看天下嘅群组里面呢就得到更加多嘅信息啊，咁就唔好我单方面发俾你啦，希望你哋可以交流到话俾我听啦，咁喺呢从中里面我学到好多嘢嘅，所以月会呢我諗住五月份开始正式开始嘅，咁我定咗日子，咁你哋如果你哋有嘅亦都可以留言俾我，或者大匪看天下俾我，或者你微信俾我，或者喺个 group 度留言俾我，咁我开始正式实行㗎喇。咁啊譬如好似定咗个日子，如果有外国网友啱啱嗰段时间返嚟嘅，咁亦都可以 join 埋我一齐，等我哋知道呢好多外国嘅世界各地有啲资讯嘅，咁我相信睇 YouTube 嘅人啊都系想知道世界多啲事嘅，啊，听我哋个台都系，因为你见到我哋个台呢个节目都开始多元化嘅，咁一阵讲啦，咁就交代咗同埋咪我哋停止咗联播啦，因为真系要多啲节目，咁未必将个负担转嫁咗俾人嘅，咁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好多人嚟约咗我哋做节目，但系又失踪咗，咁我就系咁讲啦，系有心做五折。傾掂咗係播就播，如果真係冇信心嘅我哋可以傾，但係呢就唔可以喂你，如果你咁樣就你時間呢我哋冇得做㗎。因為我播完一集我唔知你幾時嚟㗎。你唔嚟我好大鑊㗎。因為我預咗嗰個時段係做嗰啲嘢，不如好似今日咁星期二得到要播，但係因為星期日做選舉特輯就今日唔能夠冇節目播嘅。咁我顶硬上啦，其实晏昼中午我都有啲事㗎，不过今朝早早啦，咁十点钟返到公司录咗录一节又好录两节都好啦，咁係咪呀，所以呢做节目要坚持㗎，我哋唔好讲利益先啦，或者之后啊赚到钱大家有份人工都唔顶，但而家暂时未得，但你係想喺即係喺网上有啲声音嘅，虽然我带唔到啲咩俾你，咁但係应该都可以大家傾，咁你话哎呀我唔需要你，咁你唔好联络我。係啊，真係咁样。啊，即係讲咗嘅嘢如果唔做嘅不如唔讲。冇乜必要嘅。即係大家都係想攞个心出嚟做咗嘛，同埋交朋友咗嘛。咁原来你当我哋係傻仔嘅，咁冇必要啦。係咪你都嘥 Alex 时间㗎，佢早啲返去啦。係咪啊，早啲返去休息啦，慢慢等到咁夜做到十二点几一点，佢都係人嚟㗎嘛。啊，所以我咁讲係应承咗想做，傾好咗嗰个开放就嚟。咁我哋再公布我哋个时间表啦，个网页我重新再策划过啦，因为我哋本身冇有网页嘅，但係好少人知道。咁我哋呢就希望喺四月中呢能够改咗个网页好多嘢咁。因为香港网台嗰度呢，因为断开咗迷米呢就冇咗香港网台。咁其实我一个讲呢段说话可能用声音收听嘅人都唔知道。咁啊真係冇办法啦。因为甩开咗香港网台到而家都
我哋联络咗嗰个 Michael Hong， 因为佢本身唔系香港人嚟嘅，佢喺加拿大嘅。咁咧要佢安排，咁可能短时间都唔知得唔得，系嘛？咁对唔住先啦，因为其实做乜嘢都好啦，你想做网台有做乜嘢，最主要除咗自己个人就有人听。咁可能我哋损失咗一大群听我哋节目嘅人，咁样。咁第二啦，就系讲新节目嘅安排啦。咁第一，台湾黑白讲星期一就出两节，即系一个钟。咁杰拉德主打啦，跟住咧就阿大 N 嘅节目咧就会安排喺星期一播，就系呢、這个啊点子生意101。咁星期二就星期二得到，咁星期三就强国生还者，星期四就大飞看天下，星期五咪大飞看天下之后仲要加呢个生活点，生点子生意101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年纪大啊，记性差。咁因为呢阿大英个节目呢就讲一啲做生意啊，同埋好多资讯流通嘅消息嘅，咁希望就多啲听下一个好高质素嘅节目嚟嘅。咁呢就可以大家呢就多啲喺里面留言啦，佢会覆你哋嘅。咁虽然佢四周为非，但佢都系一个好好嘅节目主持嚟嘅。咁同埋呢带到好多新鲜嘅嘢呀俾我哋。咁就做多少少嘅经济环节啦，都系主要讲做生意呀、经济呀、世界各方面嘅资讯嘅。咁呢佢就14嘅，咁佢拍我啦。跟住呢就星期五就到呢个唔识唔讲，同埋啪啪啪。星期六暂定就系呢、這个中环四海情报局密苏库嘅，咁我哋暂时呢啲节目咁样编排咗啦。咁咧可能咧就 Alice 咧而家计划中啦，唔知佢成唔成功啦，因为佢比较啲嘢慢啲嘅。咁佢咧就想同一个网友咧就讲伊斯兰国嘅兴起，即系唔系讲 IS 啊，讲伊斯兰呢个教啊，影响欧洲啊，影响而家一路咁讲落去，咁咧就而家揾紧拍档，咁如果有兴趣嘅都可以联络佢嘅，咁大家咧就做咗个大纲，咁五集一节，五集一节啦，唔好好似人哋咁十三集一个 season 啊，我哋唔做五集 OK 嘅，咁即系睇下啦，咁我自己想讲港漫，咁港漫我唔想讲边个画家去评论佢哋啊，个漫画家，因为咧冇得评论噶啦，因为一个字烂，系咪啊？而家有影响力嘅香港漫画家真系冇，新进嘅好似门小雷啊咁啊，因为佢个样靓啦，咁公仔 O K 比较清新啲啦，潮啲啦，但系真正系主流未得，但系佢卖 product O K 嘅，咁好多人都尝试过。唔好成日讲来讲个古惑仔啦，我都唔睇咯，我都放弃咗咯。咁係啦，想讲咁呢就最后公布啦，我都会连返嘅，今个星期一四月二号要报名真係快啦，因为我哋唔能够预人数㗎，我哋预围数㗎咋，十人一围或者十二人一围，因为呢我收你400蚊一个，星期二讲明啊，不包括大匪看天下，是讲星期二得到。我哋本身嘅网友，即係我哋 group 里面嘅人，星期二得到嘅 group 里面嘅人。因为我自己赌我输咗。咁解围走我请。因为请唔到咁多人，咁唔好意思啦， Benson 啊， Larry 啊，咁 Bert 就唔关事啦， Bert 因为系星期二得到嘅网友。咁呢就其他呢咪真系嚟咧，咁就真系要自费400蚊。点解咧？有啲人问我有咩菜式啊？我唔识答你噶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咧谂住去海鲜批发、进口海鲜批发市场嗰度，见到乜嘢平抵食我就买。早唔知咧，我收你400蚊咧，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嘅。如果我收得你400蚊，你出边冇7000蚊，你食唔到。我讲包你酒水吓。咁啦，咁我预我哋自己 group 里面就两围啦，咁呢而家呢就有三围人到报，两围零三围人报咗名啦，咁如果你真係想嚟嘅，咁咪嚟囉，我就预算6:30喺鲤鱼门海鲜
有空间叫豪门嘅二楼，因为我其实星期五我都要落订 hold 台㗎啦，佢好好生意㗎。所以星期五你报唔到嘅，你话你 walk in 嚟我都帮你唔到啊，因为我预嘅餸就预返咁多人食啊，我哋唔系摆酒席啊，临时加加唔到㗎，因为啲海鲜系我自己买去㗎。你明唔明我讲咩？我自己买去啊，我唔系摆酒席，加多位啦，我加唔到俾你㗎。系咁多人头我就咁多人头㗎啦。星期五我六点钟我就会去豪门嗰度。或者听日我已经去睇定㗎啦。跟住呢，譬如我諗住要几多斤生蝦，或者佢嗰日有，或者有啲嘢佢货好少，但我觉得价钱平，我就要同海鲜档留定嗰日佢送去酒楼㗎啦。明唔明啊？所以都系嗰句说话，非牟利嘅。有啲人话，有搞旅行团啊，赚咗好多钱冇。佛山啊，嚟嗰啲都知道，真系冇。但只不过真系想咧，就以网会友啦，大家多个朋友啦。上次搞网聚，贴咗10,000蚊。咁呢次我愿赌服输，我都话啦，我自己揞一皮嘢，请网友食。如果你哋400蚊嚟，咁我相信我都会贴多少嘅。但系当然唔会贴1,000几百啦，因为我知道海鲜嘅价钱同埋嗰度消费几多，真系 O K 嘅。你哋真系嚟，咁咪倾下偈咯，吓冇咁多人，因为都唔多人，最多你都系坐晒七围，七围台极限噶啦，人哋都唔知冇咁多位俾我。咁你话食下海鲜，咁啊食个平海鲜啦。第一、第二咧就系话可以倾到偈咯，即系唔使咁多人，好似上次十几围咁，吓、啊、真系。其实嗰日我冇食过嘢，我夜晚跟住咧就走咗去食煲仔饭。走咗之后，因为真系满场飞啦咁，但系咧就系咯，嚟倾下偈，有乜嘢未，俾多啲资讯我哋咯。月会真系开始搞嘅，咁网台就基本上讲到呢一度咯。咁可能都讲咗差唔多有10-20分钟。今个礼拜过去呢段日子，我好唔开心，喊过两次，系认真嘅，就系咧胡苏贞佢落去，唔系讲紧喺呢个中环嗰一次，即系大闸戏嗰次，唔系，系之前嘅一次落去，落区去尖沙咀啊、朗豪坊啊嗰次，我睇到啲片啊，我自己喺度喊啊，咁我觉得咧。我唔理佢系建制又好，你话冇原则都好啦。佢系建制又好，佢个心系为人民嘅。建制唔代表一定唔好。有啲好多人打住民主旗号嘅，啊，好有原则性嘅，可以搞烂一个国家，系咪啊？我哋系要以人民为福祉，做嗰件事嘅正确性。建制派佢话每人派10,000，即系唔好讲边个人啦。有个建制派佢上咗去，每人派10,000，开放自由，跟住咧就同大陆倾掂数，啊审批权嚟翻香港，然后咧做创新科技，跟住咧就堆填，就每一个月咧就每一年咧能够推到55,000个单位，平衡到楼价。咁我哋唔支持佢咩？是不是因为这样不支持他呢？而一个民主了上台无聊空心老官，只是懂得原则的人，这样又不得，这样又不得。喂，大陆又好，哪里都好呢，啊，什么投资，哦，因为呢他们呢不是民主国家，我们要跟民主国家建立关系，跟着他不是民主，我们不做生意，我们人家来消费，我们拒绝他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上到去，啊，总之呢就不止每人派10,000，你说什么就什么。啊！你哋话点讲？咁但系佢原则性，咁商家佬嚟未投资啊？可能我讲得唔系好清楚，即系论述唔够啦，因为书读得少，即系唔同。啊，最近咧，阿郑思图啦吓，啊，曾经系人民力量嘅一员啦，而家唔知系咪咧？佢写得好啱，边一个时势需要乜嘢？喺呢一次选举，即系充分睇到啦。咁我唔讲呢啲啦，讲真係好唔开心。咁嗰日本身喺佛山呢諗住去良缘嘅，咁朝头早落雨，同埋个心呢里面唔舒服。咁一早走咗，好早落到嚟香港12点几，仲赶得切睇开票。
睇住胡须争书嘅时候，啱啱我过咗关喺架的士上高，我个心好似空咗咁啊！即系胡须争输咗嗰刻啊，我个心空咗，其实一早预咗输噶啦，但系个心空咗，好似失恋咁啊，好唔开心。咁啊，个情绪蔓延到嗰晚做节目啦，咁其实都唔知自己讲乜嘢嘅，因为真系好唔开心。我唔开心唔系佢输咗，而系香港有机会比较和谐啲，同埋可以停一停，唔系好似呢几年咁样，令到个人好唔开心。我喺个 group 度讲，我真系好唔开心。嗰日做完节目啦，咁啊，同我老婆，我老婆话不如放假啦，咁或者赶一次去睇场戏啦，都冇去，咁啊。咁就翻屋企，咁夜晚瞓唔到啊，咁朝头早一早起咗身啊，咁呢轮我相信都好多人失眠噶，包括 Tony Choi 啦吓，两点零钟未瞓，六点钟唔够松，六点钟松啲啊，已经喺个 group 度留言咯，吓，真系吓，瞓得几多啊？呢个唔系工作上啊，我认识嘅 Tony Choi 佢唔过十点钟至十一点钟系唔起身。即系对一班啦，即系我自己本身就。唔系激进派啦，因为我真系唔够激进，我闹人啫，但系真系唔够激进。咁喺呢件事上高，咁一阵再讲下白票党啦，咁讲下唔开心嘅嘢啦，咁一阵讲另外啲嘢啦，咁啊，因为都唔知讲乜嘢，咁啊讲紧啦，我想讲港漫，但系咧今朝早听到一个消息，就系郑敏先生咧死咗，一个好伟大嘅漫画家，系台湾嘅。写《东刺客列传》啊，《东周英雄传》啊，一二啊，自己有机会啦，后生仔都唔紧要嘅，真系要攞翻佢呢几本，真系可以传世嘅，传世嘅漫画书。佢对中国人嘅身份认同，亦都喺呢几本度，呢几本漫画度睇到，佢系一个台湾人，跟住画呢几本红咗，然后。就去咗日本发展一段时间，咁因为佢而令到日本人认识呢一种画画嘅风格，水墨画啊各样嘢啦嘅画画风格，然后呢就嚟咗香港，咁啊寻求咗李自清先生，我冇记错，应该个时在系咁，因为李自清嘅风格有某部分，除咗漫画之外，有某部分呢都系相类似，但系同郑敏真系，即系唔系得罪啊？李自清、阿清儿先生真系唔入流。虽然佢写好多《射雕英雄传》啊、金庸改编嘅漫画小说漫画，但系喺我心目中啦，我心目中咋，唔好意思，无意冒犯啊，清儿先生系唔入流。咁但系清儿都曾经喺日本嘅漫画嗰度开创咗一个天地嘅。咁郑敏。是一个不可多得，亦都是而家漫画界一个好重大嘅损失，一个好年轻，今年先至59岁，是59岁啊，即系唔系嗰啲老而不啦，明唔明啊？呢个第一啦，第二咧，阿林明峰，我冇记错啦，因为印象中，因为有十几年冇睇佢漫画啦，佢嗰阵时咧就系喺。在台湾出了一本呢带领年轻人的漫画叫央根。是讲打棒球，是好充满台湾人当时的学生的魅力的。咁卖得好好，香港呢我真係期期追，等期等唔到，出到第七，緊等到佢出第十呢，哇，喺嗰几年真係好难过。咁但最后尾呢出完第十之后呢停咗，发展唔到，去咗大陆。而家就再出翻嚟，佢系台湾漫画嘅巅峰嚟噶啦，可以喺台湾咧，可以同男儿当入樽啊！吓，井上雄彦所画嘅可以有得一拼，香港好多漫画书屋好多人认识嘅，系真正带动到年青人，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咩百分咩 feel 一百啊，不知所谓，揾咗咁多钱啦，对漫画有乜嘢贡献啊？呢啲漫画家，所有嘅场景
即係香港漫畫嘅沒落，唔係翻版，唔係網上，係你哋呢啲人啊。當你名成利就時候，你冇培養新人，同埋你嗰本嘢 feel 一百，你裏面嘅場景基本上就鬧人翻版，網上啊各樣嘢，你哋自己不停就翻版，你啲場景同日本有一本好出名嘅漫畫書《單身宿舍連環炮》係完全一樣噶，費事開你名啦。點解我對香港漫畫咁失望啊？点解而家香港拍咗去 Cousin 啊，我都有睇啊，门小雷啲嘢我都有睇。我唔系睇打斗漫画，我系希望香港嘅漫画系有个希望重新再出发。输人唔输阵，即系同曾俊华一样啊，处喺弱势冇分别，打一个漂亮嘅一仗，今日唔得滴水穿石再嚟过，而唔系收收埋埋。我支持邱福龙开晒名做节目，佢写《山海逆战》，我去台中，去一间二手书店，我就买咗一套讲《山海经》嘅小说，翻嚟咁啊睇咗第一集，后面嗰啲仲未睇，因为真系冇时间。但系《山海逆战》，我系一集都冇睇过，但我每个礼拜五我准时去买啊。我而家基本上咧，能够买嘅漫画咧，香港咧得三本嘅啫，即系唔计嗰啲，即系叫做口装书啦，系嘛？嗰啲一定会买啦，或者追翻啦。真系会买嘅薄装书，真系得本《西游》嘅啫，仲系每一个礼拜都等住嚟买，等住嚟睇。郑建和先生。邱福龙嘅嘢好累赘，但係佢画画，我话俾你听，喺香港无出其右。佢嘅漫画，佢嘅画啦，唔敢讲画漫画啦，係超越咗漫画，係画嘅画工啊，无出其右。唔好再讲马荣成，喺邱福龙面前佢咩都唔系。但係呢，我真心支持佢，我都卖。我支持王朝君临，是不是这个名字不记得了。我是支持李中卿的。一个好的编剧，不是支持黄玉郎。是我的看法咯。所以其实很不开心的。林明峰写了第十集，现在传闻他在台湾出第十一、第十二集，即完了，完了 Young Guns 他。但是这套东西停了十年了。唔知发生咩事，我系咁啊！我庄当然最中意嘅漫画家张曼友先生，我曾经公开咧喺佢嘅 group 度咧留言，我真系好想认识佢。头先我所讲嘅人，我一个都唔认识，一个都唔认识。我但系佢话费事是非多，冇必要。咁啊，张曼友先生复我嘅，咁我都觉得打扰咗佢。啊！喺我心目中一个漫画嘅激进派，漫画嘅英雄，系、啊、即系佢自己，即系我哋啲真系小角色、小人物，系我哋对佢嘅敬仰啫，系咪啊？即系我做节目，我都我唔识黄毓民啊！喺呢个社运圈子，虽然我成日游行示威，我系一个参与者，我唔系。一个领导人亦都唔系乜嘢，我觉得个议题啱，你真系帮到我嘅，我嚟撑你系应该，因为佢系需要人撑。当你做得啲嘢背弃民意嘅时候，咁我只有退出。所以我做节目我讲，喂你成日闹，有啲你拆下萧若元鞋，你为乜嘢？有啲人话你闹萧若元啊，讲反话讲到咁样，因为我基本上我唔识佢，我唔认识佢嘅。你哋真係唔好误会，我唔识佢，佢连我系边个都唔知道。我就讲我自己相信嘅嘢，因为我越识得人少，冇俾面派对，我唔即系等于黄家驹冇俾面派，我唔识你㗎嘛。我咪讲嗰件事囉，我咪唔使听鬼故囉，你同我讲鬼故冇意思嘅。你点样堆砌对我而家嘛，我用你嘅人嘅行为嘅逻辑
你而家做呢件事，去评论你呢一件事嘅啫。你做出嚟嘅表现，所以唔会喺我口中，唉呢啲人好鬼啊，收共产党钱啊，乜乜乜乜啊，啊点样点样啊，我唔会讲啊，喺节目唔会讲，平私底下都唔会讲，因为除非好似老萧咁话头啦。屌你老尾，你又去出咗街，你嘅好朋友咧就你翻到半夜三更饮醉酒，敲咗道门啊，跟住咧就见到咧人哋讲你老婆通奸，你唔信，跟住原来发现咗有个好朋友喺嗰张床嗰度啊，着住整齐衫嘅，哎好彩佢哋冇通奸，喺张只不过着住整齐衫喺张床度倾偈啫，咁呢啲嘢我都唔做嘅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，下节再翻嚟。